曾经解开乌角病的谜团，堪称台湾流行病学先驱。他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荣誉院长曾文斌，欢庆97岁大寿。非常谢谢各位，有这么多人呢，这真的是集气在祝福他。人称台湾乌角病之父的曾文斌，当年义不容辞与正言上人筹办花莲慈济医院，他也承担起院长的责任，在医界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。因为他跟着上人超过40年真的是一路到这样子跟着，也把这个医院呢把它撑起来，造就得非常好。把他归纳为安呐，为了亲人的生命，就是为了整个不止花东的生命，整个全世界人的生命。曾文斌为台湾奉献，他的恒心毅力以及对病苦的悲心，着实成为许多医界后辈值得大力学习的典范。大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